太变态了。人在这儿呢，那上面这是啥呀？那上面空的，那上面不是空的。啊，我看那个。这个先拉上去，然后再吊上来，就是什么回忆。你进去吧，你站着。哎呦我！我上去我都害怕。上面开亮。行。都这样，你人很。我准备啊，关键是这我觉得上去就特别恐怖。我觉得让我在上面待十分钟我就受不了。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是等的时候特别难受。哎呀，我靠！